白色上衣光头男子突然一个加速冲刺，撞进了软教前方。教班人员发现有问题，立刻围上前将人拦下。白衣的正头跟粉色上衣的教班人员拉扯，一旁员警发现有状况，立刻将双方给隔开来。郑南宫表示，影片中试图冲进软教前方的光头男子，就是在教前跟副董事长郑明坤发生冲突的65年次郑姓男子。庙方说，这名郑姓男子疑似有喝酒，在城隍庙前已经故意制造冲突，第一时间被拦下后，又背着小婴儿到场，一下子要弄给我看，一下子又阻挡软教前进不肯离开，才会跟副董发生口角冲突。好像那个秘鲁喝很多耶，昨天那个秘鲁拖卡拢都是那个啤酒罐，啊都是恰凉恰红，啊等你弄来酒，一年比一年大。当地民众说，蓝教起冲突的公庙来自北部，都穿着白色上衣，建了场地设坛接驾。警方表示，事后招打的郑姓男子也到警局报案，对副董事长郑明坤提告伤害。以正副董事长因服教程序发生争执，他宣召以正副董事长徒手殴打腹部数次成伤。对此，郑明坤未出面回应，庙方也说全部交由警方调查。只是大甲妈祖绕境进香，出发前严清标就喊话不要抢轿，原本一路平安顺利，却在最后一天回到大甲时，从副董事长到庙方正头都因为暴力事件得进警局接受调查。 TVB 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